超玩是 YouTube 上最受欢迎的网络节目，之前每年都会举办运动会，今年第四届的明星运动大会在11月17日节目录制发生意外，12月底爆出具道歉风波，意外引起网络上一阵讨论，13日正式上架运动会影片，时长长达3个小时， YouTube 线上最高有 4.9 万人同时观看，平均观看人数也有 3.5 万到4万人，不少网友在看到了节目之后纷纷表示一届比一届还精彩，只有木曜能够超越木曜。不过制作人陈百祥也在节目中坦言，根本没想过会办到第四届，心中充满感激与感谢，同时也因为种种的原因，这一届可能会是最后一届，原因是再也弄不到场地了。在节目尾声，他补充说道：“这是一个很好的分号，后面也将会思考要不要办运动会，或是怎么办运动会。”不少网友看了纷纷不舍直呼，希望木曜继续办下去啊。